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菜楼 Blue 开箱。今天要介绍海贼王精品 Lady 系列婚纱女帝。精品差不多从这次开始就很难预定到了，似乎是因为娃娃机的热潮造成精品都大量砍单，所以精品都要用抢的，个人还蛮困扰的。而 Lady 系列这是第一款，后续还有娜美、维维以及培培。人物的造型个人都相当喜欢，所以这次的原色和异色我都有买。好的，总结一下，这款女帝整体来说还蛮漂亮的，细节处理的相当到位，衣服上的纹路有刻画出来，然后由白到透明的色泽呈现的相当出色，背后的飞龙肢体也有呈现出来，并且法式上有刻画九蛇海贼团标志以及手上的 蛇形手镯，整体处理的相当用心，不过脸部有点角度限定，侧面的话较为好看，正面嘟嘴再加上微笑看起来蛮奇怪的，以及衣服上的分模线刚好在正中间，分为上下两半，看起来蛮糟糕的，有点可惜。好的，今天的开箱就到此为止咯，大家拜拜。